保你全家安全。你说你十几年的老，听着我的，啥品吧，草木？哪个岁数还混成哪个样子？ 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昨晚的已经是我老的，要学东，你咋知都不晓得，知道就好。你真了解？Come on, let's get it. 幺幺八呼叫指挥中心，找你们发疯吧！强老在的事，这老子能看开？你带上我走，钱我要一半。我要求基鲁伯，你不要管我。